了，这是我的新造型啊，我来看一下这个车子。当你购买这个机动作战中心，它的翻修底价是115万。啊，不对，因为我已经买了啦，它是其实是195万，那我改到满的话是354万。那我翻修，我先介绍一下这个翻修好了。它这个车头有两种款式可以选，一个是魅蚁改装款，就长这样子，一般的卡车的样子，然后另外一款是搬运者，这样平的，前面就这样子，所以它有两种款式可以选，那就看你个人喜好。OK， 我要换一个好了。那它隔间有三个隔间，就是这边有三个，这边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那第一个隔间它有指挥中心可以选，然后起居空间，其实有应该是说你可以在里面休息或者是坐在里面吧。那我觉得比较实用的还是指挥中心啊。那隔间二跟隔间三，你可以选择起居空间或是武器工坊。可是我先说武器工坊的话是一格。对，它是一格，然后你隔间三，你再选一个，个人载具车库，这个车库呢，它也是一格，然后这个车库里面可以放车子，可是如果你想要改车的话，你就必须要用这个两格的这个，这是武器跟载具工坊，这个是可以改车又可以改枪，对，可是就是不能停车了。就变成是要取舍，说看你是要改车还是要放车子。那再来就是内装的色调，它其实就是换颜色而已啦。价钱没怎么变，我觉得有多一些些，那就看个人喜好。对 ，OK， 在这里它的上面有没有？这个是我昨天已经改好的，这个要透过这个地保的电脑去研究它。研究出来呢，你才可以装上这台车子上面。然后看一下，你跟他对话，跟他对话的时候可以客制化这个机动作战中心，然后你可以改车头。这个机动作战中心的车头，然后我没有没改吗？我改一下好了，就全部弄到满了。啊，我知道，我刚才翻新了，所以它没有了。这个色调，用隔合金的好了，对不对？比较亮。那这个降低一点，变速箱用当然是用最好的喽。好，这个车轮呢，我想看看用强化胎，有。烧胎用黑色，车窗就看个人喜好。OK， 再来是它这里面还有客制化的拖车啊，这个拖车就是后面这个部分啊，因为我已经改好了，所以它就是有这些选择可以选啊。那之后可以研究其他的涂装的部分啊。OK， 这边基本上的外观是长这样。那它可以客制化武器，它前方是长这样，前方武器塔，那后方是后来加装的。OK， 这个车子就先介绍到这边。